Hello，评审们好，我们是 Abstract，我们来自新山。哦，大家好，今天是要来中国 Hip Hop 吗？对，来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看服装就知道了，服装。哇，厉害哈！好，我们可以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吗？成员。大家好，我叫 Jackie， 今年十三岁。十三岁。大家好，我叫丁彤，今年十四岁。可是他们叫你姐了，你确定你十四岁吗？大家好，我叫钟思义，今年十三岁。哇哇，平均年龄13.75岁。好，可以。那你们是在一起组合多久了？应该要有2年了吧？要两年，然后一直以来都是专注于这一种中国风的舞蹈吗？有时候会转换。一般上跳的什么舞比较多？街舞吧。哦，街舞 OK， 然后各种的类型都有去尝试，只是这次来比赛就选了这样子的一个题材。对对对，好，可以。行，那你们需要一些准备的时间吗？不需要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直接表演，加油，别紧张。怎么了？哇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是啊，其实对于我来讲啊，十三、十四岁可以跳成这样子，我觉得是已经很难得了。而且他们一开始的那一个动作在地上，然后一抬头那上来，其实那一个表情也让人到位。是，对对。所以人家说万事起头难嘛，可是你万事起头就抓到人家的话，我是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tep 吧。那其实整体来说，我觉得算是 rather 完整的一个表演啊。但是我觉得说，你们还可以在进步的地方呢，是舞蹈动作可以再抠一下，可以再齐一点点。因为有男有女嘛，有时候大家力度不一样，然后角度不一样的话，其实会很明显，因为只有一位男生。而且你们现在的风格其实跟我们刚才前面有一组。会可能会有一点相近，那当然今天是还能区分出来的，因为你们选曲是完全不一样 OK。 但是如果经常下一圈的话，我会担心说
这两组会有点重复。那如何要令自己脱颖而出的话呢？可能你们要去替你们自己再想一下下 ，OK？ 但是无论表情啊，或者动作啊、力度啊，我都觉得是在你们年龄层来讲是做的还非常的不错的 ，OK？ 但是下一次的表演，你们可以再结合多一点点的元素在里面，无论编曲也好，或者是。你们的服装很漂亮的，但是可能道具上可以再增加多一点点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多元化一点点，给人家以为结束了，哎，拍出新的东西 ，OK， 那可能你们的那个分数就更加的高 ，OK， 好了。我想问的，你们这一首这个舞，你们是自己编的吗？还是根据某一个舞蹈，你们跟他们跳的一模一样，还是自己创作的？自己和老师创作的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觉得在这个13岁、14岁可以跳出这个舞蹈的极少，而且你们跳得非常很合拍，然后呢，那个力度都觉得蛮不错。跟早上的有点相似，但是呢，他们已经按了8分，我觉得我应该按了这个8分。真的很喜欢你们这个舞蹈，我希望在半决赛的时候可以看不一样的你们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加油！And friends, and I'm chasing sleep. Everybody's worried about me. In too deep, I say I'm in too deep. After 2 years, I miss my home. There's a fire burning in my bones. Still believe.